叔，又做噩梦了。不让你来，你偏要来。来了就睡觉，你要是掉河里，你爸妈非得吃了我不可呀。叔，啊，怎么这么大雾气啊？再往点鱼就赶紧回去，天就黑了。干什么？你说前面是不是食人岛啊？什么食人岛？别听你三叔跟我瞎说，人吓人吓死人，知道吗？食人岛上到底有什么东西？ 三叔公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我哪知道？叔，书包下面好像有东西。阿桃叔，阿桃叔，叔没事吧？真倒霉，让一条大鱼把它拉下去了，到上面。 叔，我们好像到食人岛了，咱们赶紧回去。三叔公知道非得扒拉咱们皮不可，你也别到处乱。小叔，小叔，小叔，小叔。 食人岛了，不好了！哥，小叔不见了。他不是跟你去打鱼了吗？今天雾特别大，我们不小心就靠近了食人岛。食人岛？不知怎么的，小叔就不见了。你为什么不看住他？哥，赶紧去找人吧，岛上有条大蛇。小叔。
不要空手而归啊！啊，放心吧，老大，我定能挖很多宝贝。哦，声音小点，我们是去救人。对，救人，救人。丁丁，你们都给我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李首长，我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？三叔公，丢的是我的儿子。打小我就听我爷爷说过，食人岛上有可怕的蛇神，守护着全岛的一草一木。若是有人闯入，招惹了蛇王，全村必遭大难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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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岛上全是珍奇植物，老值钱了。这老是不让上岛，不让上岛呢，你是不是有啥私心啊？你个外姓人，乱讲什么？那小树是你们说的吧？还是个孩子，你们见死不救啊，铁石心肠啊你们。对啊哥，要是再不出发的话，小树就……哦，站住！哎呀，三叔公，丢的是我们家的儿子。我一定要去！流动蛇王怎么办？不能让他去！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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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老林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你们村的人，贪生怕死，见死不救。你们不救是吧？我们救！走，我们陪着老林去救小树。走！不能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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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叔！三叔！小树。小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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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小叔，花儿，好大的一朵花儿，变异了吧？搬出去能赚不少钱吗？好啊，赶紧搬回去啊！好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这个值钱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老大，发现好多蛇蛋，你看。蛇蛋值几个钱啊？你动动脑筋好不好？哎，这朵花长得很奇特啊，应该是个名贵药材，去把它挖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什么声音？好像是老三，要不要回去看看？慌什么？死不了，最重要的找小树。少成，这是小树的鞋子。是他的。小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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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树。小叔，小叔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跑呀！这什么事啊？不知道。来，宝宝，哥。哇！
咱们掉在这个洞里是不是有宝藏啊？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宝贝啊？这是蛇窟。之前我好像是听三叔公说过，这个岛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，蛇神将会把所有的侵入者杀死。那我家小叔会不会已经被蛇神？哎，哎呀，你别听三叔公那个老东西胡说八道，哪有什么蛇神？赶紧找找有没有什么宝贝。爸妈，哎哎，小叔，给我，小叔。小叔这朵花长得也太奇特了吧，这不会是传说中的食人花吧？啊，嗯，这什么液体啊，这么臭。他热死。这么多，这蛇有毒。下面凶手，爬起来！快抓！快抓！快抓！老大，你好狠呐！死！小叔，你干什么？死！让他死！快上来！快！让他死！快点！李超，救我！小叔，老婆抓你了！没事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姓赵的，一定是你跟老三、老四乱砍乱伐，惹怒蛇王，才搞架的。别惹上，你别像一个疯子一样乱咬人啊！我们还不是为了救你儿子小叔，才弄出了这一出，老三、老四才会死在岛上。别以为我没看见啊！刚才你可以救老四的，你却护着你家儿子小叔，老四的命不是命啊！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怎么想杀人灭口啊？恩将仇报啊！来，赵老板，你帮忙来救小叔，我们感激不尽。还算嫂子说了句人话，林守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以为我上岛真的是为了救了你儿子呀？呸！我是看上你手上的那些地了，你只要把你那些地转包给我。老三、老四死在岛上的事儿，我保证一句话都不会说出去。赵老板，像你这样黑心的老板，村民都不会答应的。这行与不行，还不是你哥一句话的事儿啊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大家分了钱不都一样啊？这件事情要传出去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别听他的，有他的人品，不得把咱村的好山好水都给糟蹋了。老婆，妈，老婆，哎，我只是想撑猫地，你怎么还晕了你？妈，老婆，你怎么样？哎，我这面晕又哎。哥，嫂子和赵老板都中蛇毒了，赶紧回村吧，快！
保佑我老婆平安无事啊！保佑！痛死我了！你这腿中毒太深，我赶紧锯掉。这个逼！你这个泼郎中啊！你们林家村的人就是这么对我这个外姓人的吗？啊！刘小成，你说句话！我可是为了你家小叔来没蛇咬的。哎呀，别再闹了！这腿要是不锯，毒物攻心你就没命了！啊！我不锯，谁敢锯我的腿，我就杀了他！哎呀，哥，嫂子快不行了，哥！啊，老婆，老婆，拦住，拦住，快救救我老婆吧！嫂子，没救了，三叔公，不好了，村里湖边来了好多蛇，见人就咬，怎么办？造孽呀，造孽！不让你们上当，你们就是不听。天天可好？你们两个闯大祸了！阿兰哥，程阳武，走走走！哎，你们又是蛇，你们又是蛇！哎，等等我，我也是。你们千万不能杀生啊！小叔，妈，妈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侵略了你的家，把你从你妈妈身边带走的。哎，我看你身上的花还蛮漂亮的，要不然就给你取个名字吧。嗯，就叫小花吧。你是不是想妈妈了？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小叔，哎，赶紧睡觉了。好。你是不是想妈妈了？居然在养金银蟒，哪来的？这是我宠物小花。把金银蟒给我，给我，听见没有？嘿，你这孩子，给我金银蟒，给我。嘿，小叔，小叔，站住，给我回来！小叔，林守成，你儿子是不是养了蛇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明明听见了。啊，那你听错了，赶紧去叫三叔公，快点去！对，追呀！小花，
对不起，我不能保护你，你还是走吧。你一定好好长大，再也不要被坏人给抓住了。小叔，小叔，守城，三叔公。我可听水牛说了，你家小叔带回一条金色的蛇，肯定是金金蟒。金，肯定从死人岛带过来的。一定是你带来的，一定是你带来的。护城符，一定是。小叔，好像在那边。哎，好像是。你快走啊！你快走！小叔，小叔，小叔，回来！你快走！你快走啊！蛇！这么多蛇，怎么会不回事？心碎呀！平时不让你们杀蛇捕蛇，都看见了吗？现在。三叔公，水牛蛇瘟发作了。这是蛇瘟，这是蛇瘟。哎呀，愣着干什么？快抬到村里找郎中救人。快不快？快走！来，快不快？快快快快快！图腾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？难道只有回到食人岛才能破解？林家树，你电话来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喂，哪位？小叔。阿汤叔，最近工作还好吧？这么些年了，有时间呀你就回来看看你爸。虽然你和你爸不对付，但他终归是你爸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村里怎么样了？乡亲们还好吗？村里不杀蛇的那些人，有些人还把蛇给吃了，真的是蛇瘟呀，每天活得生不如死。小叔，你不是搞什么类能生物研究吗？要不你回来帮他们想想办法。叔，我一定尽快想出解决蛇瘟的方法。那我先挂了。诸位，生命细胞分裂是有限的，能无限分裂细胞又不像癌细胞会致死，那只有永生的细胞。没错，而这个细胞被我们给找到了，就是这株金银草。而这株草的来源就在林家村附近的岛屿，当地人叫它食人岛。林家村不就是林家树的老家吗？林家树，这次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的未来，你又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，由你带队如何？另外，根据我们调查，这个岛上曾经有一个独特文明的部落，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。这样吧，小树，我给你配个助理。我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儿，莉莉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听我妈咪说，你也很喜欢大自然，还是个攀岩高手，有机会教教我啊。过奖了，不敢当。和
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阿汤叔，小叔，你都还好吧？好，那就好。我就是过来看看。你们林家村签的可是有合同，能不能上岛那得我说了算。只要能让我们上岛，一切都好商量。你们上岛研究什么，说出来听听，或许我会同意。最近呢，我们公司从村民手里买到了食人岛流出的金银草，经过我们的研究，这金银草里面还有令细胞重生的基因。哎，等等，重生的基因，也就是说断肢可以再长出来？一旦重生基因研究成功，将轰动世界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吵什么？要相信科学，有什么好怕的啊？十年前我就跟老林、小树、阿汤上过岛，没什么可怕的啊，没事儿啊。乡亲们，村里的怪病很有可能和岛上的毒蛇有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上岛弄个明白才行。没错，现在不怕死的，我们力能公司必有重谢。你们瞎议论什么？你们怕死是吧？我姓赵的不怕，我陪他去。我也去。有心事啊？食人岛上的秘密一直困扰着我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误闯食人岛，
裴老板，赖博士，船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裴老板，远处呢就是食人岛。十年前我登过岛，里面有食人花和巨蟒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我们早有准备。这些人不能登岛。哎，别动我儿子！你要干什么？我们也是确保万无一失，安全第一。哎，林守成，你来干什么？这儿有你俩说话的份吗？啊，我说了算。费老板也是为了大家好，赶紧上船。费老板，船上去。你走，我又不是赖博士，我怎么认识？先把他绑了再说。福利，哇，发财了！哇，老大，好大！我趁着你得不少钱了。你是娘的眼瞎呀！啊，你以为我不认识那个仙人掌啊？老大，上一张火棍，八遍了。啊，一帮反贼。啊！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啊！据我推测，这个岛上的生态系统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共生，基因草的生死影响它所在领域的生态系统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但是我没有发现动脉有什么变化。我大胆推测，还有一株最大的基因花王就在这食人岛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？只要我们找到这株金银草，拿走它的根部，提取它的基因，就可以找到长生不老的秘密了，是吗？老板高见。老板快走！大哥，小心！老板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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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见我们家小树了没有？我都自身难保了，我管他。刚才谢谢你救我，没想到你身手还那么好。难道外表文静的女孩就该很弱吗？没事，只是蛇皮而已。丽丽呢？丽丽呢？啊？不知道，我刚才还在后面。那赶快去找啊！是。这应该是我十年前见过的巨蟒蜕下的皮，太可怕了。小叔，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太神奇了。其实蛇没那么可怕，放松一点，你可以摸的。这是竹九英部落的壁画，这是腾蛇文字。你认识？认识一些。这些壁画必须结合这些腾蛇文字来看，但是我不太能确定这些壁画全部的含义。十年前我误闯过这里，见过类似的图腾，这图腾上的内容一直困扰着我，我做了很多研究，我们可以一起试试。好。原来如此，古老部落的人在这里研究长生的秘密。根据壁画推测，应该是一颗陨石掉落后，由于磁场辐射，导致陨石周围长出了变异的金银草。金银草又是寄生性植物，不仅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，更能寄生于活体生物中。
部落的人将金银草寄生在活体动物身上后，金银草和动物发生了共生。共生？植物的生命远大于动物的，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长生的秘密？他们大量种植金银草，想方设法寄生在人体身上，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一部分人半蛇半草，还有一部分人在跳舞。结尾的壁画很奇怪，很多人在跳舞，以及很多蛇头植物。还有一部分人好像在亲吻蛇。丽丽，这后面的图腾我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跟腾蛇蚊子有关系啊？人蛇血脉交融时，长生秘密的，这中间有几个字？斑驳脱落了，我没法读懂。干！老李，十年前我在这地方可救过你家林家树啊！原来这个岛上真的有金银花王啊！你说什么？弄了半天你都不知道？昨天晚上你是忽悠我们一块陪你上吊送死的吗？哥，咱们去找小树吧。没事就好了，吓坏妈咪了都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你赶着去投胎呀、啊、你！费老板，这儿太危险了，咱们赶紧找个洞口跑吧。不行，最大的那株金银草我没找到呢。妈咪，刚才我跟小树看到了一条大金银蟒，还有这壁画，上面写了食人岛的秘密。金银蟒。这金银蟒会不会跟最大的那株金银草有所关联呢？这你刚才看的那个金银蟒是从这儿跑的吧？
基因呈现极为相似。根据壁画半蛇半植物的设定，我猜测这种基因层一旦成熟，极有可能会变成蛇。难道古老部落时那些基因花都会变成吃人的蛇？古老部落的族人对长生的渴望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亡，但是壁画上那些人为何亲吻蛇，这个我到现在还猜不透。那这基因草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全都变成蛇了。这个好解决呀、啊，在基因草变成蛇之前把它处理掉，让他们活在培养液里，这样就万无一失。听见了吗？真正有文化的人是费老板。老板，这样风险太大了。夏马小叔说的对，所有伟大的成就都必须冒险。妈，你简直是疯了。大家准备抓蛇，活捉金银蟒，杀黑蟒。用小树做诱饵不就完了吗？无耻！我无耻？我你干什么？我无耻，我是替你妈抓的蛇，对吧，费老板？你说呢，小树？儿子，小树，好点没有？没事吧？是小花救了你。老板，金银蟒现在是抓住了，但是出口被他黑蟒毒死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哼，这个简单，用金银蟒做诱饵，把黑蟒给引出来，然后把它干掉。你可真够狠的。哼哼，只要钱到位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没问题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车给我装起来。哎呀，不要啊，
队徐胜武吗？李毅，我陪你去。哎，别去，太危险了。你放开！别去，太危险了。放开！我不像你那么懦弱。少说！儿子。真的是不行的，我不跑了。老板，只要你吃了这金银蟒的蛇丹，能让你青春永驻，永远美丽。真的，蛇丹就行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杀了他不就完了？住手！
金银蟒一出生时就见过林家树，估计把他当成亲人了。小花，蟒蛇的血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花，臭小子，就凭你还想断了我的财路？老子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村子里得怪病的人根本就治不好，吃什么粥都没有用，因为我在他们吃的食物里添加了带有瘟疫的蛇肉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当然是为了钱了，只要他们得了病就会乖乖的留在林家村，为老子卖地替老子赚钱。比蛇毒更毒的是人心。小叔，他怎么了？这和壁画上的人一模一样，只怕是人吃了这金银草是有副作用。你起来骂我呀！你怎么自己走了？你起来呀！
跟妈走，快！我们不能走，我们得救小叔。别管他了，我俩慢慢再走。快点，放开我，小叔！小叔，小叔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我们不能抛下小叔，我求你了。你去有什么用啊？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去了也是送死的，听妈话，跟妈上车啊，走，快！妈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我不能像你们这样，什么都为了自己，什么都为了利益。就算是我今天跟小叔不相识，这种情况我也不会选择逃避的，我不会一走了之的。丽丽，丽丽。老子说你小鲁，小叔，你醒醒啊！小叔，你不要死！我求你不要死！小叔，醒醒啊！小叔！哇，好痛啊！你想打死我吗？我，好担心你啊，你吓死我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啊。小叔，你是不是偷吃金银草神功护体了？枪都打不死你。什么神功护体？我感谢我妈，是她救了我。你们都得死，都得给我陪葬！
小花，村民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，把曾经的捕蛇工具全部烧毁。经过我的研制配药，村民的怪病也消除了。人应心存善念，珍惜当下的幸福。